玩法三：幸运比大小。一、发牌前先定下主题，例如找服饰或者找动物。二、拿到卡牌后，先分类不同的主题，再加总手中相对应主题卡牌上的数字。三、加总之后，数字最大的人就是赢家，赢家得分。输家要用英文描述手中剩余的卡牌。幸运比大小，找食物。Go。Eleven。Four。Nine。You lose 。